七夕广场，天哪，太好看了吧！真的是斜的耶 ！Oh my god， 超美的！我现在是站直的，然后再看那个塔是倾斜的。我现在把它拖起来，拖起来，然后把它推倒，推倒，拿着。我现在就在披萨这边吃生肉，然后我现在在这个非常大的公园外面吃它，然后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生肉。我刚刚有试过这个生绞肉，我觉得很不错。我大概给大家看一下，有这么多不一样的肉，非常多面包，然后再加了一瓶 Cola。那这边整个加起来只是15欧，我觉得很划算嘞，真心的。这个好了，嗯，好吃，很好吃，嗯，为什么这么多蜜蜂啊？这边，看。嗯，比较偏硬一点。嗯，这个肥肉比较多。生绞肉，我刚刚有试过，其实非常好吃。那口感有点奇妙，蛮像吃鱼蓉，喜欢。它还有一些 cheese， 嗯，很香哎，很解腻这个。嗯，是梨。很好吃，因为它有加点果酱，所以吃起来是完全不腻那种，非常棒。来一个奢华版的混搭，一头吃掉，大家一定要来吃这一间生肉，非常好吃。我现在在佛罗伦斯的火车站，正在走向饭店，大概走20分钟。我现在在佛罗伦斯的超市，然后想说来买点明天早上吃的早餐。买了非常的多东西。今晚吃完晚餐就早点睡，我们明天7:30就要
集合去五渔村，所以今天就要养足精神，明天要走非常多的路。我们明天再见。